哎，我怎么感觉他们跑了两圈啊？是啊，他们本来早就可以坐下了，又多跑了一圈。你们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爱说话吗？现在他们是行使自己进攻的权利。来，加油，打个气，加油，冲呀！来，来，拜拜，来一轮帅的。帅不过一秒的。哎呦，凯凯、黄总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因为你们是进攻方，所以节奏由你们自己把握。嗯，控制好，只要不摔就能赢。好，只要不摔就会赢，这分拿定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，只要你们能顺利的走到那儿，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累了，累了，好，累了，那要不就放弃，放弃这次。三二一，走。好吗？这个狠，这个太狠了。哎呀！走，走！不摔，不摔，不摔！加油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不摔就能赢，不摔就能赢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别别摔，别摔，可以。哇！现在九州是被迪哥抓着跑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凯凯，你们只要不摔，好，只要不摔，只要不摔就赢了。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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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住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坐下来，不摔就赢了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！他们成功了，他们成功了！好感人。来个华贵，华贵。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就保持一些体力。现在我们来宣布分数，涛涛月薪机三分排第一。迪哥九州两分，秦哥小丁两分，黄子石凯两分，并列第二，有抽卡机会。我们有抽卡机会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来来。好，现在老秦跟弟弟可以来选，你们现在只能在路虎和小普那儿选。抽个卡，你热身啊！来吧。抽路虎和小普的卡，抽，抽，抽，我拿好，你好好拿，我跟你说，两分的，好，来，再来一个，抽，三分的，再来一个，弟弟，咱就玩玩玩玩还玩，哇，你抽的也太果断了吧。那是不是就过去了？对呀，已经排名上来了，已经上来了。没事，你接着抽，可以。我们惩罚的是最后两组，最后两组不够安全，加油！不够安全，不够安全。我们要抽到二十一才行。接受惩罚吧，就别在这想多的了。再来一张就收摊儿，还想进前三是不是？现在。三分，漂亮。走，不能抽这张哈，不能抽这张，只能抽这些。还有这张你也可以抽。来吧，来吧，青林，会不会在边上呢？就是，哎呀，你能摸出来是吧？哎呀，二十一了。二十哦，二十了，还差多少？他离进前三还差几分？还差两分，还得抽。
22了。22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差不多，见好就收，进前三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进前三了。见好就收。你看，帅了。下面有请第一名的月薪和文涛，请上场。你们将可以从剩下的四个队伍当中任选一个。哎，四分，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清零，清零，清零了。接受惩罚的就是凯凯、皇子、小普和虎鸡了。我们惩罚内容叫做猎人狙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受惩罚的四个人呢，需要背对背坐在我们的转盘上面，由获胜队派一个人来插入我们的芒果卡启动装置，转盘开始旋转之后呢，由获胜队拍下停止按钮，转盘就会逐渐停止，然后接受我们的奶油炮惩罚。好，来来，现在请泽林把动感地带芒果卡插入惩罚装置，惩罚装置开始转动。好的，要告诉各位的是，我们动感地带芒果卡是由中国移动与芒果 TV 携手打造专属于 5G 时代的年轻潮流号卡，自带芒果 TV 咪咕视频会员，高清大片无广告，现在办还能抽超级盲盒来看我们的好流现场哦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也有通过我们动感地带芒果卡权益来到现场的朋友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欢迎，同时呢，可以参与好六官方微博“动感地带芒果卡”互动，赢取平板电脑和更多超值大奖哦！是的，大家做好准备，来。好，我已经插进去了，涛哥只要摁下去就可以了。开始。把稳了啊！背面那个人是安全的，你们四个里面有一个人会是安全的。来，哇，谁是正面迎击？好，来，二三，停停，看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我脸，哎呀呀！你们左右脸分别还能看，能拍。你别说，皇子赌鼻子还是有的。对，你看这样还是很帅的，根本看不到一点。可以拍个专辑封面，特别好看，真的。你好，郑希亮。